眼前这台看似车况十分板正的2011款路虎，小哥仅仅花费2000美元便顺利宣告入手。以如此低的投入跻身尊贵的路虎车主之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难以想象的存在。要知道，就算是二手车如同白菜的美国，同年份路虎也需要12000到14000美元。理论上说，这样一款外观与内饰都同样板正的车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如此离谱的售价。正所谓如今的二手车行业根本没有捡漏的可能，它能以低价入手原因非常简单，这台车在出售前就被告知存在机械故障，目前处于无法启动的状态。然而天生不信邪的他，看到这台路虎的第一面发现此车与自己非常有缘，于是便果断入手。为了稳妥起见，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前任车主。根据前任车主介绍，这台车的故障位置主要集中在发动机系统。最开始发现该车发动机经常出现异响，连续数次抛锚之后，前任车主将这台路虎遗弃在了当地汽修中心。当时维修中心的报价远远超出车主的预期，因此对方果断选择放弃治疗。对此，小哥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发动机异响属于是路虎的传统，而车辆之所以无法启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车内燃油发生变质所导致。因此他在汲取燃油的过程中开始对整体车况展开检查，另外也同步加入了新的燃油。而且从机舱内部的状态观察，几乎看不到任何发动机漏油的迹象，这一点令人惊喜。更换机油之后，他接通电源，第一次尝试启动发动机，简单抖动两次之后便再没有任何反应。他决定给这台路虎车的电池进行一段时间的充电，直到此时他依旧是春风得意，毕竟仅仅凭借车辆的内饰都让他感到物超所值。随着第二次尝试启动，发动机立刻爆发出正常的轰鸣声，似乎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直到下一秒，发动机瞬间迸发出如同捷克式轻机枪一般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车辆的正式系统疑似出现问题。不过小哥依旧是通过自行驾驶的方式将路虎车开进了修车工坊，他也能够判断出因为正式系统的故障导致发动机内部活塞与其他部件发生碰撞。他第一时间对发动机内所有的缸压进行检测，其中有一个缸压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况，因此他拿出了自己的内窥镜，透过内窥镜传递出的画面可以看到缸体内部有明显的拉伤痕迹，同时气门开启与闭合基本处于正常运行过程中，活塞并未撞击到气门位置。此处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他的工房虽然面积有限，但是内窥镜的清晰度绝对是专业水准，以目前的缸压数值理论上还能继续使用，不需要进行大修。为了能够解决发动机异响的问题，他又寄出了自己的听诊器，通过地毯式排查的办法希望找出噪音来源。除了正式系统之外，他认为还有其他问题共同导致了发动机剧烈异响。趁着车辆被抬起的机会，我们得以近距离看到了底盘状况，部分梁轴已经生锈，副车架由底壳位置保持相对干净的状态，底盘整体状态处于亚健康水平。作为一台13年的路虎，能够有如此成色算是比较不容易，毕竟路虎的血统产地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除了要寻找异响来源之外，他还对刹车片等关键易损件进行了检查测试，结果显示车辆底盘悬挂组件存在些许问题，轮胎由于磨损严重，后期也需要进行更换。至于悬挂系统的生锈问题，原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车辆设计工艺材料问题，还有可能与车辆的驾驶环境、停放环境有直接关系。在北半球的寒冷地区，车辆底盘生锈会更加普遍，当然并非是所有车辆在北半球都会生锈。对于车辆问题的解决，他的思路十分清晰，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连续更换机油达到解决发动机噪音的。此前他也在路虎车型相关的论坛进行了咨询，其中一条建议在他看来非常具有建设性，网友表示路虎机油箱体采用了铝制材料，如果车辆使用时间过长，就会导致铝屑进入整个油路循环系统，正确的做法是每隔3年以上时间都需要更换机油泵，包括正式系统也一样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更换，通过更换这些易损部件达到减缓车辆产生故障的机会。随着新的机油再度加入，他第三次启动车辆引擎，发动机的声音从开始的分贝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之后趋于和缓。站在客观角度评价，相比之前的噪音只能说是略微有一些缓解。很快他花费了1000美元购买了一整套正式系统的维修工具，很快拆掉了车辆前端的散热风扇，透过镜头可以仔细查看正时罩盖内的生态环境，情况不能说是比较糟糕，只能说是非常恶劣。由于剧烈磨损，甚至出现了直径达3公分以上的破洞，泄露出的油迹导致发动机内部极度脏乱，机油与冷却液的混合物遍布整个发动机舱内部。他终于明白前任车主为何要送给自己一瓶机油外加冷却液，原来是为了能够随时进行添加。普通车辆百公里耗油若干升，某系车型每3000公里需要添加一次机油，而眼前的这台路虎车一旦上路行驶，不仅消耗燃油、机油，还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冷却液，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接下来小哥需要拆掉整个导轮外加正时罩盖，查看链条内部的动态，
如果说这台车的冷却液已经大量渗入燃烧气缸，发动机大修将是必然操作。随着罩盖被拆下，他随手便可以拿起一块破碎的零件。此时的内心如同发动机内部的状态一般，只能说是支离破碎。他手里握着的便是发动机导轨的碎片，集齐七枚碎片便可召唤神龙。另外小哥还发现了若干螺栓断裂脱落，正是这些碎片对正式壳体造成了损坏。至此我们终于理解为何说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一分价钱一分货。随着他买下这台路虎的一刻，前任车主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病。想要将车辆修复完成，小哥需要花费的费用将远超10000美元以上。根据他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无论是发动机大修还是购买一整套的拆车件进行更换，都与原定计划严重违背。接下来就看他做出怎样的抉择。作为天生要强的修车大佬，自然要选择迎难而上。有道是饭要一口一口吃，车要一点一点修。小哥维修的第一步便将断裂在缸体内部的螺栓拆下。好在工具齐备，断裂的螺栓很快被拆下。这还仅仅是开胃小菜，接下来便是要修复正式机构。而且他之所以敢自己动手维修，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车辆管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整车的空气悬挂保持极其健康的态势。尽管如此，正式系统的安装依旧属于高技术工种，滚轮半轴加皮带一一安装到位。为了消除前任车主留下的余毒，还需要在发动机内加入一壶清洗油，以便于将金属碎屑以及油泥清洁完毕。冷却液的加注更是要彻底加满为止。一切准备就绪，小哥第五次打火启动。果不其然，那种剧烈的金属撞击声就此消失不见。不过小哥的挑战才刚刚开始，目前发动机虽然可以运转，但是已经不再完整。根据当地汽修中心给出的建议，接下来的修复工作主要分为两步。首先更换一款升级版的油泵，原车油泵采用了铝制材料，很容易产生磨损碎屑。其次还要更换发动机内部已经磨损的部件，包括大瓦和小瓦。最后再进行发动机缸体的修复和清洁。完成这些操作，需要将发动机彻底拆下，从后油封开始拆起，各种附属部件一一拆下，最后瞄准油底壳猛攻。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油底壳内部会有金属碎屑，如果是采用常规倒扣的方式清除杂物，大概率会导致杂入流入曲轴，问题将更加严重。随着发动机缸体被拆开，清除油液之后，大量金属碎屑赫然呈现在他的眼前，在角落里还残存一块导轨碎片，另外还包括两条喷嘴的碎片。好在小哥在处理完正式系统的问题后没有就此作罢，否则发动机报废将更快进入倒计时。现在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将发动机全部拆散而后翻新组装，但是背后的经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都是难以承受的存在。根据小哥的预期，拆卸工作将在机油泵这一步就此戛然而止，毕竟继续推进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另外发动机的轴瓦也需要及时更换，以此类推，轴承也难逃一劫。对于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他已经不打算彻底解决。2000美元能让一台路虎安全行驶数万公里，就已经物超所值。最终这台车的命运就是出售拆车件之后直接宣告报废，除非是情怀玩家，否则这种彻底翻新路虎车的操作几乎不会出现。重新安装发动机之后，开始第三次加注全车油液，除了启动过程略显费力之外，其他没有任何问题。至此他也算是平稳上岸，顺利逃过一劫。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二手车界没有捡漏一说。